们的这个是没有什么事情。怎么办？我们找教育吧。教育，看教育是怎样的一个形式。哇哦，教育是这么的长啊！来，我们开始要打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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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剪辑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剪辑完了这个图片啊。现在我们剪辑，我们也照样选这个橙色。OK， 好了。上面写这即将哎。下面写哎。OK， 将开学，即将，然后写那个将。应该是这样写啊，即将开学的日子。OK， 开始怎样？第一个，我就开始念。第一个 OK， 第要怎么写？即将开学的日子，很，我对于我来讲是很期待。哎，我现在在一个短期待，啊，第二个是恢复校园生活，这个我们会要用卡乐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用卡乐，红色，不要，我要要 recoup 它，哎，要选啊，教你们一个方法，不用。用你们重新写过，就是 recoup 按 A， 然后红色啊，就会变红色了啊，噔噔噔噔，红色了，我们变成黑色。OK， 第三个我们要讲谁呢？期待。期待已久的学生和老师期待已久的学生和老师，而且每一个东西放句号，真是。期待着学生的老师，然后会有，
乘坐 CHEN。乘坐，有的，奇怪，坐巴士。的学生好，OK， 我们即将开学的日子，很期待哟，好期待哟。我们就 OK， 我们就这样了。然后 OK， 我们就这样啊。开学日子我是这样报啊，你们是这样我知道。那再问你这样。A 赛，我可以改，我要可以改名字。这个是即将开学的日子，OK， 谢谢，哥哥，咱们今天的观赏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